这是给你一个，就是给你的意思，让你知道怎么用那个，用那关键那个台风方式啊。那我之前讲过啊，就是说你们要把那个 I 方选跟 V 方选它分开来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的。那这是其中一个底下要讲的是其中的意思的。
不光是这形状，对不对？这边是空的，这边也是空的，这边是空的，这边也是空的。但原先组成函数是什么？原先组成函数是什么？平面波嘛。那平面波换，平面波换是从哪里到哪里？平面波换从哪里到哪里？它存在，它存在东西都从哪里到哪里？从无限到怎么样？到无限到这个地方。那你加相加以后的这边就变成怎么样？等点了，等清楚吗？那这个经理跟这个经理一样，好，就把所有相加以后的这边就怎么样，完全抵消掉，听清楚吗？啊，因为这个已经不曾经出过这样写的电视机理了，但很多同学都不了解了。然后我们再会转过来解这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聊定的，反正这到这里都有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首先这边的话，这边有个 a 系数的啊，那我们再复习一下，这边怎么导引？我那只能确把它给定下来啊，先归一吧，啊。啊，是归因化，对不对哈？那可能解下去积分就可以了。啊，就是你归因化的话，可以解出这些积分。好像我们计算这个我的单位是哈。啊，这单位字是一样的啊，长度开灯号的高度。那这里你可以自己做了，这规划你可以自己做，就从这里怎么样，这平方，然后基础这里积分到这里，然后等于一。好，这里这很容易做，而且这很容易积分啊。那我们下一步是呢？我们下一步是要把它展开成一个线性。现在是展开成一个。那还记得这系数怎么写？这系数我们前面有个公式嘛，公本的边数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公式哈。我这边还是放个 star 啊，直接放个风格故事的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对这个对组函数来说，它是实数的。啊，所以你就放不放 star 都没有关系的。但，比较严格一点，还是把这 star 放进去的嘛。那剩下的部分就是做积分嘛哈。那这还是很容易记的。那做这积分，我们可以用把这个变数哈，把变数稍微改一下，我们可以让它改成这样子。把那个变数哈，把 s 换成这 ，ds 换成这，啊，那这两个数就可以简化成，那你不要写，我把这个放进去了啊。底下就是这样换的，啊，所以这边就变成底的，啊，这边。就刚变这哈，
因为整天的时候这是太阳，真的啊，太阳太消掉了，那你整天是那个走在走的，明白了啊？所以说这个点都来的啊。那这是等于。转动呢？如果转动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话，又是我转的角度，对不对？
如果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话，是什么时候？在这里矫正一下手术啊，这是不顾及上很多跟对称性有关的啊。所以我们很多，所以我们比如说很多地方会，我们在这一章的后面会就会谈到那个 parity 就是把那个变量把对调，对不对？变量就是说从正的 S 换成负的 S， 它也有产生一些特性出来。那这个例子是，这个例子要牵扯到对称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这样的话，我再把连线的标志画下来吧。对对哈，我把坐标转换一下，我把坐标转换到这里，我把坐标点点哈举到中间来，我们做过这个题目了，对对哈。那你看哈，如果用这个坐标的话，这还是什么样对称？我是对称啊，就是左右怎么样？左右是一样的啊。反对称的话就太负号了，就跟左右是一样的。那还记得，就用这个坐标的话，过完数分成奇数，过完数分成量数，还记得？好，过完数分成那个 S n 是怎么样 ？n 是偶数的，然后 n 是怎么样？是奇数的。n 是偶数的，对 ，n 是偶数的话是什么函数？是 sine。n 是奇数，它什么函数 ？cosine， 对不对 ？sine 话是什么样对称？奇数对称，因为你 sine 函数的话，左边跟右边差一个怎么样？差个负号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们看这边有没有差负号？没有啊。对，所以必须要用什么来？必须用什么来组合？必须用这组来组合，因为 cosine 才怎么样？左右对称的，看清楚吗？所以为什么奇数没有？是因为它就怎么样？它是 sine 函数的。然后坐标是这个的话，它是 sine 函数的。看清楚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结论为什么是这样？那我刚问的那问题啊，就是要这样答。啊，因为对，因为如果你这里做中心的话，你这里做中心的话。这组的是什么样？奇数对称的。好，那这也就是我是对称，不可能参杂怎么样？不可能参杂奇数对称的，这样就是蛮好。所以我们得到物理一个这样，偶数只有偶数的，奇数只有奇数的，才能组合的。这样清楚吗？我们前面有这两个名称了哈。对，前面有得到一个叫艾伦威跟艾伦方程。我们在讲中这两个名词的时候，要小心的。我们前面学过艾伦威跟艾伦方程嘛，对不对哈？当你看到这两个名词哈，你要知道说它是什么算符的艾伦方程。那我们前面当中解那个函数那个。我们解那个无限位能解那个问题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得到艾伦威跟艾伦方程。那这艾伦威跟艾伦是哪个算符的艾伦威跟艾伦方程？我们以前的，我再把它写下来了啊。这是我们的对称艾伦威，对不对？那艾伦方程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要忘了，我们这样称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它是，不要忘了，它是从什么中什么中得到？从薛定谔，从那个跟位能无啊对，跟时间无关的薛定谔就被取得到了，所以我们是这个来的。所以它是什么？是它本身的是什么样？是艾伦方程跟艾伦，跟艾伦威跟艾伦方程。所以它是属于什么的？它本身的。好，这组艾伦威啊，是海本聪明的艾伦威的艾伦方程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是在这里强调，这里面是算符，这个它是指的什么？艾伦威跟艾伦方程。
四环，真的算不吗？不是只有汉普通人呐、啊，看清楚了。哦，这里特别强调，啊，这您的算不对，他自己的爱德华也是带着放去。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讲爱德华威廉跟爱德华是这样不够的，我们要说什么？是哪一个算你的爱德华威廉跟爱德华？知道讲意思没有？你说 iPhone 是 iPhone 这个是 iPhone 这个就是满足什么反正啊，这是一个例子，这是动量来动量我们的动量算法。啊，这是动量算，我用上面的 tilde 啊，来表示它是算，这个分别的啊。然后这边有个 p， 这边有 p， 对哈、啊，这 p 就是数目的啊，这是 item value。啊，这边是算符，左边是算符，右边是 item value， 那这个当然是它 item， 这是 item value。换句话说，动量有什么？动量算符有它自己的什么？有它自己的 item value 跟它怎么样？跟自己的 item value。好，那 item value 跟 item value 对应的，一个 item value 是对应什么？就对应的 item value。那这就是三柱解，就是你书上的第五节要讲的内容了。啊，就是动那个动量的三个方面。然后我们要找，那我们要，我们知道啊，就是说这些式子哈，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不用方式的，因为那个动量是怎么样，动量是没牵扯到违规嘛。那我们现在把动量算符哈，我们把它带进去，动量算符我们带进去，我们得到。好，这是。动量算符，这边好，我要带进去。那我看能不能把那个 item value 跟那个 item value 列出来。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item， 什么叫 item value 跟 item value 是什么意思？我再复习一下哈。我在讲那个 item value 跟 item value 特别的强调。要大注意嘛哈，那什么叫 item value 跟 item， 什么叫 item value 跟 item value？ 啊，怎么样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在这里，换句话说，就对这个式子来说哈，不是所有函数它都有，要记住吗？就特定的函数它才有，是这意思。那我们看哈，你看怎么样把这个函数解出来？啊，那对这个来说比较简单的啊。把这个可以看成这样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这个微分方程是很容易解的，这是一次微分方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得到结论是。
对吗？那西怎么定呢？我们以前不玩数哈，我们以前不 U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不是 U 嘛哈 ，U 前面没有系数嘛，那系数怎么定？要归一化，还记不记得？我们归一化再把那个系数定出来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但是那对这个例子来说有问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没办法归一了，小小没办法归一。这是平面抛嘛，还记不记得？那我曾经讲过，这是单波长的平面波。你知道 P 就是等于多少 ？P 是等于跟波长乘充呢？不跟 K 跟谁跟 K 乘充呢 ？H bar 乘上 K 嘛？还记不记得？那它 K 是什么 ？K 是二派除以兰姆，就二派除以波长。所以这表示是单平波嘛？啊，对，单波长的波了。啊，这是比较单波长，那我跟你讲，单波长的波，单平波长，它没办法归一的，因为它积分是多少？积分是无限大。就我们在这里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是这两个相同是一嘛？啊，一所以积分怎么样？积分是无限大，所以它没办法归一的。但是呢，对平面波来说哈，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归一的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因为这是并不是连续的 ，P 是连续的，牵涉到积分了。那积分的归因，你联想到什么？啊？怎么样？积分的归因，那积分也不会等于一的，联想到什么？对的，连的函数。哦，要注意啊，它虽然不能归一哈，但它也不是无限制的大，也不是无限制的发散啊。啊，你还是可以用点对怎么样，可以用别的函数来归一。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啊。
这一嘛，对不对？这一的我们换成 delta， 这是等于 delta， 就对应过来了。delta 前这是这两个是整数嘛，哈，所以当这样表示。现在把这换成 t， 不然这换成 t， 就这样。那因为它连续函数，所以不能再用，不是 ，nm 是整数的，但现在是变成它换成什么？换成连续函数了。看到没有？所以这告诉你说 ，c 必须等于多少？哦，不算久了，这个变得快。好 ，c 等于多少？这个派分解去吧，两位吗？啊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就 C 就换过来啊 ，C 我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边就写过来啊，对应那个连续变化的函数哈，就 I 跟 V 是连续的话，我们就要用 delta 来解决。